月，他是这么一个解释。对，就是一开始咱们是人磨墨，后来就感觉呢，后来感觉呢就是墨在磨人了。那我们就一个开始了的，请您给我们上第一个书法的基本课。啊，基本课，这也是我也谈不上上课，主要是一个跟大伙一块交流。我今天呢，我现在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我自个儿呢，给自个儿起的笔名呢，就叫老山羊，因为我已经今年正好是本命年，60岁。你属羊的？啊，我属羊的，我1955年的嘛，那么今年正好是60岁嘛，我就用了这个老山羊这个笔名来说。那我再介绍一下我是怎么会喜欢上这个金石书画的，因为我出身呢，也可以算一个书香门第。我的家里出身，我父亲呢是经商的商人，他也字也写得很好。我母亲呢是京剧演员，唱京戏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一半是上海人，一半是这个北京人呢？因为我们从小在家里头，反正就是京剧演员、话剧演员、电影演员，在家里头不说地方话的。因为你说地方话，等你登台演出了或者要拍戏了，你可能会受到影响，你带着一种口音呢，你有什么地方话的那种腔调带进去了嘛。所以我们上学就是在外面接触了就是上海人，回到家里头全部是国语，就是说北京话的，说北京话普通话。是吧？对对对。所以听你说普通话，我来了。对，我说普通话，那就是像北京人，但是我到了北京呢，他们又说我是上海人。啊，你是把那个，我想说把同学们都要不同一点，可以不同。对对对，因为我没有大量的儿化音。对，我想就你固定，然后他们问问题，我想因为互动北京太差，还有很多带儿化音的，就是卷舌音的这种，对吧？没错。没错，都带儿化音的。那我母亲呢是京剧演员，就我母亲的这根线上，就是等于我的外公外婆，包括的我几位舅舅，都是京剧演员，他们等于是京剧世家，就是我母亲这根线上的。那我要重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一个四舅，就是我第四个舅舅，他现在还健在啊，就是老寿星，他在浙江省京剧团的，现在是99岁高龄。虚年龄100岁，就是等于是民国初期，对吧？一直到现在。那他从小呢就是受的呢就是这个金石书画，因为旧社会的这种艺人啊，他也要多才多学，你不能说我只能是只会唱戏，我别的我都不会，因为他社会上还有很多应酬，那么就要修养自己，修养自己呢就是要琴棋书画。那我舅舅呢，他就喜欢金石书画，因为他在发育的时候，在10几岁的时候，男孩女孩不是嘛变倒仓嘛，行话叫倒仓嘛，就是变声。然后他等于就是以搞这个篆刻，他在北京都挂牌的，等于就靠这个是谋生的。他给不少名人呢、都是刻过不少章。那我下回呢讲篆刻的时候呢，我会把他的作品带回来给大家看。那我自个儿呢，等于是受这个家庭的影响，因为他那时候在上海演出，演员是晚上演出嘛，白天没事儿，在家里头他就是刻章、写字、画画。那我们那时候还是童年呢，就在旁边看，那就受到这等于是启蒙嘛，启蒙就是一个家庭的影响，等于是这样受到影响的。然后我自个儿的那个学生时代呢，因为由于出生是北京人，那么国语讲得好，所以一般在班级里头，新的语文课要上课了，老师总归是点我的名啊，让我站起来带领大家标准读音，标准读音，念书对。然后反正班级里头有朗诵的，有这个新的东西要发表的，那就是让我来念。那这自己感觉呢就有点
沾沾自喜。因为一个班级里头，班级里头五六十个人嘛，嗯，总归逃不出我们三四个人就是国语念得好的。请问您小时候住在大概什么地区啊？上海什么方位？我上海住在卢湾区。哦。所以那个学生时代呢，就是朗诵，然后我对这个有美术课，画画也是特别喜欢的。然后写字呢，也是写到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也会公布，就是班级里头五六十个人，哪五六个人开始可以下个星期可以写钢笔字了。就是说钢笔字圆珠笔可以做功课了，也不是说大家都可以写的，它有规定的，你写的好的你可以用钢笔字了，圆珠笔做数学题都可以，你字儿都不好的全部都是铅笔，因为铅笔你在不同的在擦嘛，你当你使用圆珠笔和钢笔的时候，那你擦起来也很困难，对不对？对，那就代表那你班级里头是不是第一批写钢笔的？我小时候是写书法的。对对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的是一样的，班级的五六十个人，老师不会说，老师不会说下个星期大家都可以用圆珠笔写字了，大家都用钢笔写字了，不会的。所以那时候写字画画，画画课也是好的，那写字呢也是第一批老师就让你用圆珠笔可以写字了，用钢笔可以写字了。我的意思就是介绍自己，就是从小就是打下一个基础，对这方面的就特别感兴趣，又培养你小孩子们爱好了。如果老师老表扬你的，你是不是觉得挺高兴的？对，定下分。就是在童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对，哎呀，不好意思，赶紧赶紧，刚刚弄好，我是以聊天的形式，哎呀，上错过了，错过了，不是上大课。那你跟树毅他们讲讲，已经开始了。苏毅来了，哎，简单过来，啊，不要紧，不要紧。他刚讲他自己，于老师，啊，他刚讲他自己，对对对，不用打灯，他出自经济世家。对对，哦，您知道，知道。然后等文革的时候，我因为上山下乡嘛，那个时候都要去插队落户。那我舅舅呢，就刚才我介绍了，他是欢喜金石书画的，他就是给了我大量的石头啊、刻刀啊，反正我们那时候打包就是。到农村去了，到农村去，你想你种田挑大粪，对吧？点的是煤油灯，或者是蜡烛灯，你想在那种艰苦的环境底下，如果你要培养自己喜好这个东西的，你没有爱好，没有毅力，谈都不要谈，谈都不要谈，因为条件跟今天是今非昔比，就是天壤之别，就是不可能的。那我呢，就是等于是从那个时候上山下乡啊，到农村去啊，就开始，反正就是石头啊、笔墨纸砚呐，就背好了，就爱好这个，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宋老师，我插一句啊，哎，您说，你们有机会有兴趣的，啊，通过户口啊，宋老师，反正就是宋宝，你资料都有，宋宝，照片，宋先生没有，宋老师，我没有，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去问你的妈妈，真是问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宋子山。对对对，纸上，对对对，我带了一张照片啊，高清照，带了一张照片给你们看一看，这是我舅舅，大概这个大概是2001年吧，他那时候80多岁吧，现在是百岁老人了。哇哇哦，行，我见过您的那个反正这两印象，舅舅啊，好的 ，OK， 表姐，他是不是在费城开了一个啊？对对，但是我表妹，她比我小，对。所以他现在已经100岁了，我就满面红光啊！这是你舅舅是吧？对对对，哦，知道了。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家里面的，很像你那个表妹。哇，这个真是像以前那种什么大众电影画报上面，他就是画报上面就是这样的照片。来，我们传看一下。京剧演员，对对对。哦，他这个反面还有，哎，他这种反面。对，但是很像这个就是那个蝴蝶他们那个时候那种的扮相哈，那种的，对对，现在眉啊，柳叶眉，整个化妆，不过他这个脸就是很适合画京剧的妆。这个是你看我那时候学篆刻，这是我一点图章，哇哦，大量的石头，零。所以那个齐白石，大家传看了，这边看过了。齐白石不是他有的落款就是311印，富翁，
那我他那个时候家里有300块图章，就算富翁了。那我们的图章石头大概不少1000块，家里1000方。大富翁。对对对，大富翁。大富翁。下个星期我带这个松宝楼先生那个传记上来。啊啊。我也有传记。上个星期你不来。那过来大家可以看。上个星期你不来。这是我家里头，你看我都是布置的金饰。哦，上个星期不来。给我家里头。哦，对对对对，这 followers。啊，后面是。对对对。嗯。这个是我给人家，这我给人家写的字。我给人家一般写的，这我太太，这我给人家写的字，一般如果是送人的，我有一个爱好，就全部要拍一张照片留下来，因为日子过得长了，基本上就记不住了。以后看别人冒充那个电子档的，就对对对，那个时候全部要拍照片的，因为不拍照片你记不住。你儿子是吗？不是不是不是，自己吧，那个是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林峰不是我的字画。年轻的时候，女儿，这是我家里面。年轻的时候，你把他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正好是他儿子。这个是20年了啊，这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就20年。这个小姑娘也蛮漂亮。对，我女儿10岁，现在已经30岁。哦。她唱戏吧，你女儿？我女儿不唱戏。写毛笔字吗？也不写。在特别多。他我女儿，因为她只是我这个爱好，她只是懂，但是他们没学。女孩子嘛，她学不学我也无所谓。所以她是也很早就来。哎，我女儿读书读得很好。我女儿读书呢，她在小学她应该都是全班前三名，全校也都是排得上名气的。后来念书呢，我就把他送到美国来念书嘛。念书，我美国念书，当时是这样的，把他送到这儿来念大学。美国不少名牌大学那个录取通知书也要他的，但是没有奖学金。后来那是也要4-5万美金一年呢。对呀，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多的钱培养他，因为那个时候美金还1:8呢，你去算一算，4-5万美金，你培养他，你还有很大的生活费呢，对吧？不是说学费就 OK 了，你还有乱七八糟的一大堆费用呢。后来我女儿她就选了一个叫那个有奖学金的，把政府给她95%吧。哦，不错，就是有这个的。那您小时候在家里，就是大人会督促你就是写大字？不，大人没不督促的。督促。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一个介绍呢，就是说你自己爱好了以后呢，就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所以您是因为您小时候在小学时候就是写什么那个钢笔字，那个写钢笔字，然后才后来才喜欢写。对对对对，我就说老师对我们那个童年的时候都有鼓励嘛。鼓励啊。你后来嘛，等于我到农村去嘛，因为字写的比较好，也是沾光的。那个时候专门要抄那种大字报啊，宣传资料、黑板报。你如果搞这个，就可以不要下大田去抄大粪了，不要去养猪了。后来因为我普通话说得好，就是到广播站去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有一些小的方面的特长，然后也会得力了不少。你就去当播音员嘛，那就开心了，你要下大田了嘛，对不对？那您后来就是开始喜欢写毛笔字，就是您是从帖开始领的吗？还是说您家人有没有问他要怎么开始去学呢？有没有那个时候系统的学，应该说没有很好的学，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家里头抄家，这些帖，我告诉你，你今天是宝贝，那个时候你都不敢露面的，全部是四旧，牛鬼蛇神，地府反坏右，你这是家里没事还找事呢，是不可能再去学这些东西，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后来等于76年文革结束以后，这些碑帖啊，才恢复。而且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搞篆刻，也不叫搞篆刻啊，这两个字本来就是，四旧，本来就是封建糟粕迷信的东西，就是刻图章那个时候叫，而且全部是简体字，写在这个图章上面的，就是不伦不类的。这些搞篆刻的专家老师都不行的。那个年代你要写这个帖，
他也认为没有意义，因为这个上面古代的碑帖都是繁体字，他认为报纸上也不用的，国家在大量的普及文化学简体字，那就是简体字用在写毛笔字上，也变成是就是不伦不类的。照道理说，就是搞你搞书法的时候从来看不到简体字在书法展上面的，因为你临的碑帖不管你临了几年还是几十年，你的作品上全部是碑上怎么写的你的字体就是怎么写的，没有简体字的书法的。还挺奇怪的哈。对，所以简体字是不可以入书法的，现在用繁体字写书法国家也是不管你的。这个碑上帖上面还有一体字，你们大家都也应该也知道的啊，就是在中国古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后来不是秦始皇统一了以后命令那个宰相李斯，就是把这个，因为那个字太乱了，全国各地等于你广东省有你的字，对吧，我们这个江南这边有江南这边的字，那你如果不统一，那不是你一团乱嘛，等于是。那统一以后呢，就变成是小篆嘛，那个时候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就开始流行。但是你字典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是乙体字，就是说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对吧，就是那个异同的那个意思。对对对，就是异国他乡的那个异，对吧。现在在碑帖上还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它每个朝代它有很多像那古文它有很多通假字，然后借用啊，对对对对，像魏晋代表它故意要用那个字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对对对，是的是的。你像那个篆刻的篆，它在字上现在我们用的是竹字头嘛，一个篆嘛，那它可以用玉字边旁，就是王字边旁，我们念是念王字边旁，实际上是玉字边旁，因为它原来是它的古字是这样的，刻在玉上面。对对对，是玉字边旁的，因为它也是刻在玉上面的一个解释。应该叫玉字旁，不是王字旁。对对对，念成王字旁的呢，就本来就是白话了，等于是。像那个好像脱胎，还有咱们这个月亮的月脸呐、还有脱胎的胎，你正规的念是肉字边旁。肉字旁。那是对的，但是你肉字边旁，很多人又变成不懂了。那它是月亮的月嘛，那就月字边旁。你念成王字边旁，人家懂了。你说玉字边旁一个什么不懂？其实你琥珀。流利，对吧，只要有玉字边旁的古人造字的时候都是跟这些石头玉器玛瑙这些矿物质有关的，它是这样来造字的。对，所以他把那个玉字边旁那一点呢省略了，那后人念的时候呢就把它念成是王字边旁。其实我们好比像珍珠的珍，你也不是王字边旁，就应该是把它念成玉字边旁，那是比较正规的念法。我就是刚才介绍了我一下我自己呢，等于是通过怎么到现在我60岁，那也是这个金石字画呢也陪伴我一生，等于就是40年呢。但是呢我给自己呢再打一个对折，也就是花在这个上面的功夫也就是20年而已，因为你不可能40年一直笔墨不离手的，因为你要恋爱要结婚，你听我说，这个是事实。你要恋爱吧，要结婚，要生儿育女，要买菜烧饭，要上班。我除非是这个40年都是专业的，我就是搞篆刻的，金石家，或者我搞书法的，那我应该我8个钟头上班也是这些事情，我教的学生也是三句不离老本行的，因为我们是业余的，那你就是不可能是天天搞。而且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你要上班呐、做家务啊，那个物质条件也没今天这么好，对不对，今天发个微信啊，下载什么东西，那个时候要累死人了，对不对。等会我还要讲到古人的这种学书法的这种小的故事什么的，对不对。你像就插一段吧，你像那个欧阳询他学书法的时候出去旅游了，看见一块碑，特别欣赏那碑上的字儿，那个碑都比门还大呢，竖在那儿的几千斤重，你能够抬走吗？抬不走吧。你照相机把它拍照，有照相机吗？也没有。你要把这个字要把它踏下来，你路过这个地方的，你怎么踏下来这些字？
要很多专业的东西，纸啊笔墨呀、啊、把它弄好以后，后人有那个拓包把它踏下来，踏下来以后才能成为这个碑帖啊，就是这个黑色的就踏下来的。那你一个人路过的时候，你没这个能力的，他看完一个字喜欢走出去一点路了，还想再去看，因为脑子里记不住它的结构啊笔画了什么，在那儿就在碑底下就睡觉了，明天再看，后天再看，当然这是有点夸张了，就是说反正说他看了三天，把那些字都融化在脑海里了，他继续走他的路。那我们今天肯定到他哪儿去玩，看见这个字好啊或者什么，拍张照片就可以留下来了，对吧？对。所以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行的。我自己呢就是说，我怎么会有幸运来到梨园社这个这么好的于老师的搭建的这么一个平台，我也要介绍一位人，就是吕娇月。我本来因为我来美国三年，实际上我才待了一年半，因为我刚来嘛，也不是最习惯，对吧？我们的英文也有限，不好怎么办？待不惯，我就是现在我的是候鸟的生活，就是半年在美国，半年回中国。因为我自己接触的金石书画的这种老朋友啊、新朋友啊，也全部都是在大陆。那么就是说，等于是，那吕娇月我怎么会认识他的呢？他是因为，弹琴，可能也写字是吧？写字，他就找到那个北美书协的有人刻图章的人，他跟他们认识，说我要写字，你帮我刻一方章。那个人呢就介绍说你要刻什么章，那个人呢他是刻那种比较工整的一路的，就刻图章他也分跟这个写字一样的，分这个正楷啊，对吧，行书草书，对，画画也分这个东西的，他有写意的画，就是咱们的正楷，他也有小写意，还有大写意，大写意就变成书法里面的狂草。这个篆刻呢他也分的，有工整一路的，有比较放的，还有就是比较大写意的东西。那这个吕娇月呢，他说哎呦，你刻的，你给我看看你的风格。他一看呢，他说哎呦，你的风格我不是最喜欢，我都是太工整了，那种线条都是铁线转很细的那种。他说我要刻啊，对对，他说我要刻粗犷一点的。那人家就介绍我了，说那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山羊会刻的，介绍我。他就那个李佳悦就认识我，帮他刻章。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会喜欢这个的？我就给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说爱好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嘛。然后我说我也喜欢京剧啊，京剧也是出生在这个家庭的嘛。他说那你太好了，他说你今天算找对人了，你赶快去梨园社。他说那还有一帮就是我们中国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城市的四面八方的，还有就是于老师，还有那个师母，他说这儿有很好的一个很好的，所以我才找到这个地方，就是来了。那徐慧跟这个依林呢，就是我上个星期来呢，他们又让我什么讲课，实际上我从来没讲过课，我也不是做老师的，那我就是勉强的答应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就是说我也不存在给大家什么上课什么的。其实我跟于先生之前很早就有意思说想请您来做讲座了。我讲座我谈不上，我也没那我自个儿掂自个儿的分量，我也没那么高的水平。我就是说跟大家交流一下，等于是谈一谈自己这个几十年的一些心得体会，还是那个可以的。然后后来我除了这个梨园社以外呢，还认识就是北美书法协会的，有一个叫卢东升的，他到你们这儿来过吧？卢东升没有来过啊。那我告诉你，他是一个天津来的。我到美国来，我第一次认识他是无意当中，他在那个法拉盛的国宝银行办画展，后来我就欣赏他的画，我觉得他字也写得不错。后来我一见那个人啊，他很矮小的，大概他先天的那个残疾嘛，他人比较矮小的，但是他的画和那个字都写得相当棒，等于是专业水平。
他而且是左手。哇，左撇子。嗯，不是，我带了一张字儿给大家看一看啊，他送给我的啊，就是他左手能够写出这个字，那你们就是要更要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他是双手都写吗？没有没有没有，他右手是先天性是坏的。哦。左手应该就跟美国人。这是他写的字。他画画写字都是左手，啊，这是他送给我的，啊，对对对，他送给我的，看，啊，不错不错，左手，真的，左手，嗯，写得很好啊，哎，但是他那个不是写字那个形气，比如说左跟右，他是不是？那我们都难以理解的，应该是挺很难的，完全平衡是另外一方面。不是，我不是说难，我的意思是说，应该看起来应该会有差别。对对对，对对，所以但他如果落款不说我是左笔写的，大家看不出来。嗯，我中国书法有那个原来是在南京的吧，有一个左笔书法家费心我，大家熟悉吗？啊，费心我知道啊，他原来可能是部队里参军人嘛，他因为在战场上右手炸断了，他就是左手写，但他那个左手写应该是看得出来的。大家熟悉他的书法的话是看得出来的。这是一个小卢，他就是画画也画得好，字也写得好。那我现在常去的，反正我活动的范围呢，就是这个梨园社，还有就是法拉盛图书馆那边有什么活动，不管你讲京戏啊，还是讲有这些活动的，那我都去参加了。我再聊一个呢，就是说我在上海呢，我在松江呢是参加了他们的一个文化团体。松江这个地方呢，它在上海来说呢，它也有800年的历史了。这个地方没有上海的时候，对，没有上海的时候就有松江，哎，就有松江知府了，对不对？那你们应该知道的，他那个董其昌是松江人啊，还有大画家程十发。是松江人，那松江我参加了他们这个文化的这个团体呢，将近20年，每个月的15号，大家交流。你都跑去松江？对对对，那他是每个月的15号，不管高温下雪下雨风雨无阻，哪怕明天15号是春节大年初一。他照样有活动，不是说初一了咱们就放假了，对不对？他已经坚持了快20年了。那么来了以后呢，就是从这个年龄从30多岁一直到将近90岁的人，反正都是跟我们这会儿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喜欢金石书画的，大家把自己的作品拿过来，哎，放在桌子上、墙上、地下，就是大家交流啊，有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我呢，因为这个我坚持用毛笔写信大概也有20年时间了，包括到现在，我如果在美国的话，我春节大概要给大陆的亲朋好友写信，大概每年有30封到50封信，我全部用毛笔写，而且落款的地方我都有自己的图章，而且每年什么年我都有刻一方新的生肖印，好比蛇年刻蛇，鼠年刻鼠，今年是羊年，对对对，不漂亮了，我就刻羊年，对吧？虎年，对，我认为这个就是好玩，而且用这个宣纸，薄的餐巾纸，你像美国这种餐巾纸，我也可以写信，所以我这个就是美国的餐巾纸，薄如蝉翼，这样你写，我如果写20张，它也不会超重。搁在信封里头没有分量，但是对我来说是好玩，这种纸都相当薄的。那您的朋友都给你回信吗？他们有的回信，有的回信，有的是收藏了。哎，对对对，他们的餐巾纸不是也是很薄的吗？薄的，但是这个用毛笔写应该说有一定难度的，这个。那它是个墨水都要墨，对对对，要浓一点，然后比较快，你要掌握好，要么它就会写不开，或者是全部水都吃进去了，因为擦手指，
擦手指，擦手指。你写你要写着玩都可以啊，擦手指，你说不可以。你现在不经常写吗？对。我这会儿有这个作品。擦手指了。不是，我给你们看，我不一定这个，这个，你看我在布上也可以写。嗯。就是人家扔掉的废布。哦。那我他们扔掉，我说你不要扔，我就拿它当宣纸用，我可以写着玩的这些东西啊。宣纸，这是人家扔掉的，解放以前的这种，也是老宣纸，都这么残破了，但是我都可以写拿过来写着玩。如果是老宣纸，我都舍不得扔的。写完了以后没有味道啊。但我可以自个儿再把它拓一拓，就变成。如果你不拓的话，这个张纸你没办法拿。嗯。就是马底下那层是片是表一层。对对对，那下回我教你们怎么装裱，就是对对对对对对，你们写的这个字都皱皱巴巴的软不拉塌的，但是你一拓一表就变成了你就不认识了。不行啊，我们说等下次我们自己搬画展要将书展的时候，就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来给它裱起来，对不对？对，我自己的那个画室旁边，我像这种画册子装订好的，大概每年我也要写个七八本，因为我就扔在这个桌旁边的，因为我没事的时候，好比我拿过来了，我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这个感兴趣的就写一遍，有的是报纸上的或者是好的文章，所以这都是我练习的作品，就是个写着玩的，这个写着玩，因为在中，因为这个在中国买的也相当便宜，这个。每斤才3-5块钱一本儿，就买来就买来就现成的啊，那我就免得再装订了。哦，而且这个都是。但是你写一层，它不会印到后面一层。不会不会，它是双层的，我告诉你啊，哦，它是两层。当中加个纸张。它当中有一层纸，如果你要是仔细的话，你说我这个水分太多，好比我画画了什么的，水比较多，我不想让它印到后面去，你这里头可以衬一张稍微厚点的纸。把它衬在这儿，这是熟宣吗？对，是生宣。那是不用垫簪子吗？啊，不要垫。对不起，还要把你家簪子给剪了。我就是等于是。不是，那他就是问你的水就不好控制。哎，这个所以你写到熟了都能控制。哎，这都我写着玩的，写着玩的，写完了就没。传阅。就，宋老师，我打光一个。哎，大家可以全看。鲁东升，啊，啊，对对对，鲁东升，这我好朋友，对对对，哦，就是在那个，对，他在那个 Times Square 给人画画，对对对，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左手画画写字，对，挺棒，的7点以后 ，Forty Seconds， 每天7点以后，应该是。他在国内很有名气，画什么东西啊？对对对，画速写吗？人物速写。嗯，不止他的，他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个呢，这是我老师写的，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只能写。你这个摔了。写毛主席诗词。哇，这个是谁写的？黄轩很漂亮啊。谁写？你写的？我写不出这个字。这个字。当时他是那个任正老师的学生，学的是任正啊。啊，任正。任正。就是日本人到中国来请人写字，都是认真写的。这个什么任务的任，任务的任，任务的政治的政，啊，那个哦，认真。当时就是写这种字，写这种字，对对对，毛泽东诗词嘛，对。日本人到中国来是人家写中国人的书画家写，写多了以后嘛，还有找林正，就是受这个启发。你不好的人你扔掉，控制吗？不晓得。那就是有这个，为什么是7点嘛？那就是因为7点以前不允许。哦。街道。是的。他们这种在那里摆个摊儿要付钱给政府吗？为什么叫允许不允许？因为他们那种卖吃的都是要有证的。不允许就不允许。就是交通啊，或者他们会有管制。对。我一般写的呢，宋老师介绍的。这是我崇拜的题，所以我是搞篆刻，是让我写字写的少，我是以篆刻为主，然后我也兼学国画，写字呢是不是我的长项？写字呢，我主要是为了那个什么嘛，因为你画完国画也要落款的嘛，对吧？这是我喜欢的字，但是这个王福安老先生，因为他是搞篆刻的，又是书法家，又是金石家，对不对？就他写的。
像他写的篆书就变成是这种风格了。哦，对，我以为是隶书。是是隶书，但是它的篆书的味道是相当浓的。这个隶书里边有篆的味道在里面，好像我们有它的。王福安的《生活树木》，应该说有的是吧？是吗？在他那里，对，就那个。那你找对了，你又找对了。这是现成了，给大家看看，这就说你们的餐巾纸，最蹩脚的。写的那个就是擦手哦，我叫那种卷的那种，就是这还不是双层的那种，那种单层的，一碰就破。这个我就是，反正这有一张纸我就拿过来了。那我去我们学校偷一点回来，就是为我所用。手里面有，对对对，干嘛要偷？干嘛要偷？用不着买，你用不着买的。试试看效果。你家里怎么没有的？我家用的不是这样的，就那种厚的那种，就是有一点点高。你要正规的，大家写字嘛，对，这文是我的练习作品。省，因为你用的少。这个也不看见我的姓在里。对。这个就是哎，这是我写的这种练习的作品。等于就是拿着、啊、这个也是隶书里面有一点串的味道，我挺喜欢这个。这是拿这个毛边纸练习的。你看以前小时候最早都是用这个练，练好了老师。所以你们要用这种纸，应该在大陆买也相当便宜的，要比你们手里头的这种纸要好写的多，而且有味道。哦，这种纸叫什么？毛边纸。毛边纸。还有一个七度纸，还有比这个疲倦一点。你为什么不买了？就是这一件，这是对，跟你们买，你看到那种纤维在里面，就是我觉得真的，因为这个太细了，就是这个呢，这封的地方时间长了都要坏掉，对对，嗯，给，先是给大家看看，这都我练习的作品，这比较粗犷，写着玩了啊，大家多注意一点。哦，你自己有变体，我这是老山羊体，一串一串为止。各个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正规不正规，所以我说在这交流是可以的，上课我也没资格。但是我美国拿来就这种纸，你说商店里头大概是你买衣服买鞋的话，传就一大堆给你的，我也可以写字。哦，是我们的这以纸来电话，对，不是，就是我们写的，不是我们现在比它软了。对，比它就是致密一点。对，但我写着玩，我都觉得不错。我买衣服怎么穿？但是你要是谁问？但是你要去装裱，这个就比较难了。可能不一样，可能你就丢掉了。比较好的，这个纸是最不值钱的了吧？印报纸的纸。啊，对，也有，没有，不敢拿了。这个瞎写，买个报纸就难看。就是瞎写，写着玩的。很难写，其实。对，滑的，早完了。写的比较好，这个纸。好，那为了来给大家交流，你看我前天写的。这个纸你们可以在旁边写着玩都可以，你写一写你就知道是相当不好写，就是人家扔掉的没用的布吧。哦，这个能洗了再写吗？哈哈哈哈哈哈哈洗不掉。这是我写着玩的，因为要给大家来交流嘛，我就拿一块破布来写一写，我看他听不听话，但是我也写了，这效果还挺好。一个半钟头大概比较行，它这个比较色一点。哎，这个它走笔的时候很色的，因为它这么拉不开笔，你要拿一个钉笔拉不开，我也没有崩开啊，也没有那个崩架，这就是写着玩。墨是要比较浓才能写在这个给于老师看了，这也是我写着玩的，这个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但是大家觉得难写，但我老写了，我也觉得不难写，我认为跟纸是一样的。这是在绢上的。那您通常那个墨都是你自己墨的是吧？就是那个浓淡跟它的材料不同嘛，是不是？对。你用不用墨汁写啊？也用墨汁的，偷懒就用墨汁。这就是自己写着玩的。现在有专门的机器。大家过过目，看一看，这是我搞的篆刻。这是篆刻并重。这是我篆刻，然后这是我写的，旁边是写的字，反正这图章都是我刻的，就是我欢喜这个。你这字是刻着玩是抄哪个字？我不知道你今天写的什么。啊，我字有铁的。这些都是。哎，这个字没有什么好，这就是我自己的，已经
但是比这个题已经这个题已经就是这样了，也写不好了。那就每天就写一点那么可能。这个就是零，这个是 也都是没用的啊。我曾经买了一本回来，然后想抄《黄帝内经》，可是那个字太难看了，抄了一本这种样子的。对，然后抄一面就。这是我画的国画。哦，太丑了。对。那你觉得这个木好写吗？画漂亮一些的时候啊，是要磨的。主要我也是南方画，就是看一看它的墨韵在纸上是不一样的。有人要从国内回来。这是什么用什么颜料？淘宝上买的画，国画颜料，国画颜料。李飞给大家黑的全部是墨汁。您给到国内从国内带过来。对对对。这边没有买。哦，就是本来一般也有。这回他不看传过来。我这回就是等于一个。哎，传过来，传过来。你看，继续看那个。传过来，传过来。不要着急，慢慢来。下分钟。讲座还没开始。我这回从上海就是寄来一个箱子，在国内寄是30块钱一公斤，那么就是30公斤，就是900块钱。路上走了3个月时间，才送到我家里。海运的是吧？海运，因为我快运那要翻5倍不止了。这个是宣纸吗？哪个？你是说？你说快寄是什么东西？我就是笔墨纸砚、石头。30公斤的东西，你想是抡圆了一大箱了，对不对？送到家里头。宋老师，您这个眼睛上弄的什么？亮晶晶的。亮晶晶的，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你们女孩子磨指甲的那个指甲油。聪明啊！这个要保密的，不好乱讲。秘方的。这就是我的练习作品，就是这样。你自己写张，这个谁写张千碑啊？是，张千碑。对对对，他刻完章以后印的，用印泥印上的。对啊，印泥是就说对啊，对张的。啊，他的印的都均匀的印开。第三课讲这个雕刻。对，就下回给讲这个篆刻和这个什么嘛，书画的装裱。好啊，就讲一个入门的基本知识吧。好，练习，现在这种动手，这位也是我的老师。哦，我是跟他学吴怡人。这是上海大有名气，他是写汉简的，写汉简。那我为什么要崇拜他呢？大家看一看啊，他的国画，这上面落款呢是他写的字，这都是他的国画作品。然后他也写，这是他的书法作品，刻的章。他就是，我崇拜他，就是他，因为三样东西都是太好了。所以就是书法、篆刻。跟他去拜师学，还是只是说？我们在外面，也私人家里也去过，外面也上过他的大课。哦。为什么说我带来的东西也比较杂，就是说学仿家那在美国人家很多东西你们认为是不能写字的，但是我就是欢喜写字的。你看牛皮纸这不好像是没写的牛皮纸也可以写着玩，我就带来给大家看一下。平时就是写这种字，你都是临帖，还是就你已经可以接？我自己可以随便写。快呀！那就是和那个谁，李霄俊一样的，每次来牛皮纸也可以写字，出来跟铁都不一样。然后我给大家看，就是说牛皮纸也可以写字，但是有的人说我这种不正规啊，乱七八糟的。他写的，那你这是写的玩吧，就用牛皮纸。我搞错了，红的是你，其实是你。好像变成书法。那个我是给他画龙点睛，用你们女孩子抹的那个指甲油啊，给他点了一下。那个应该是不可取的，正规的话不要点那个。我是为了好玩了。没关系，讲完之后再拍照。对，不要紧。不要。我在上海，我自己有一个斋名叫“甘苦斋”，给自个儿取。为什么叫“甘苦斋”呢？因为搞这个字画呢，大家也知道，很辛苦。嗯。但是当你作品成功了，或者你作品已经，就是觉得很开心的。创作的时候太苦了。
对。哎，怎么说？没有没有，我一张啊，我没有不可能带两张的。这么有命？你说呢？啊，等我回来。啊。嗯。怎么？后面又立又转。那个就是立。对。是吧？是那个有点像。没有没有，我就是昨天你妈给我的那个一张啊，我就留着的，我没有第二张。水果味的味道。我用的就是昨天出去的那一张，我没有用过第二张。系统都很现代啊，卷卷。好吧，你再找找，肯定在家里头，我没有用第二张啊。好吧，嗯。大概要我看看，现在4:40，哎，我真不行，好吧。我觉得他的戏，而且因为你写的一会儿写一会儿看，一会儿写一会儿看。老三爷，现在我看您的这些戏里头都好像有一点那个那种西化油画那种的特点，就是跟古代戏里头那种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我是也是临摹一个那个比较现代，这种画法不是古代仕女的画法，古代仕女画法不是这样的。但是你画画，我那个作品也有。这本是精华。啊，没事。就是各种精华扣下的，扣下的没有这本，但是这个明显毛主席时期的爷爷。对对对。这个是我写的那个大的字，给大家看一看。哦。美丽年年。对，美丽年年。是字吗？我觉得这一笔好像有点特殊性的。这一笔是吧？嗯。故意这样写的是吧？对对对。啊。这个还，哦，甘苦斋细厚。多指点。可以啊。对。开心开心。隶书。写的这种。人都把一本写完就得着了。这个我要。实际他一下就写5-6本吧。这样你写一本要写几天啊，还是几个月？这个我不是认真的，每天一定要给自个儿有作业，一定要写多少。我就是搁在案头旁边的，有时候写在纸上，有时候我兴趣好一点就写在这上，免得写在纸上，我到时候统一，好比写了100张了，我把它过目一下，有30张我喜欢的，我还要装订了。这个就不装订了嘛。画画的，然后他也是，就有时候出去速写，然后也没什么，然后他就只能笔记本上随便画，对对对，或者什么。但是他有一个 assistant， 然后就可以帮他扫描啊什么，就归档。对对对。不然的话就。这都是我们老师写着玩的，我意思就是。不是文革的东西是吧？文革的，文革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因为都是毛主席诗词嘛。这个东西不是，它是不能给。从文革留下来的，对对，哦、海峡对面的人拿，大家对，我要写文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书法，这个就写得好了啊，这个是我老师写的，这个画是我最喜欢的。大伙儿看一看这个字，知道它的含义在什么地方？是长，是短。勿以事处事。哎，你普通话念一遍。世界的事。我们四长四短，不以事论事了，对吧？勿以事处事。上海口音好。啊、第二句，它是一副对联，这是我喜欢的句子。人多，人少，须择人交人。哦。这个社会上。是他自己写的。不是我写的，这我老师写的。你老师自己，对对，就是这个对联，句子自己。句子是我在书上啊，书上也抄来的，给他。就是吴一老师，不是不是，另外一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这个字写的好，大家看一看，这个句子也好，对吧？好。人多人少，须择人交人。事长事短，勿以事处事。对吧？以事处事的寿命短。记下来了。多记这两句。这个就是我老师写的隶书，他是这种风格的，秋水文章不染尘，细就是春风大雅，能如啊，也是一个
写的吗？写的真不错，但是他认为写的不好，本来是准备撕掉的东西，所以他没有落款，要扔掉的。地下一个图，我说你不要扔，我喜欢。上面那个是拿世界的事情，可能是就是写的好的人，他认为这种是扔垃圾桶的东西。历程还真不错。对吧？是不能用的。不影视。今天我们演付不起。没有没有没有。李老师客气，你刚才那个小凯才是最棒的。你等一下。好牛啊！没来得及教人家，这好可惜。人多人少，你看在那多题，人多写的玩意真好玩。责人教人啊，没有，我大家都他把写字当娱乐，我看那个人和那个仁义的人和那个自己在百度上搜人多人少，写一句就想出来。对，好的一个句子，那个头一句那个上是长是短，对，勿以事处事，不啊，勿是不就是不要的意思啊。是长是短，或者是处事。你有现在有势力，你处事。那周永康了，然后薄熙来这种，他以势处事，他寿命也是短的，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对吧？不要紧，等会儿我写给你。这个我带来给大家看了，就是看他这个除了学书法，还这个字儿，他这个字儿有不同的风格。看看您的字也很好，不同的风格当然好了，这两个字是你一看就知道。秀这个字很秀气，对不对？秀气，对。而且尤其就写在这种。刚才想跟大家就是我随手涂的。大家刚才就是聊天聊到哪儿，我就聊到哪儿说到哪儿。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进入正题的。不是进入正题，我先我自个儿也想看一看这个书法的那个。然后上海嘛，反正大家知道的，我就是反正。朵云轩呐、啊，西泠印社呀，反正这些都是百年老店，都是一两百年的。有买这个印泥了什么的，我下一节课要介绍的，都是也有专用的东西啊，不是大家随便买了印泥啊就可以来刻图章的，不是，它都有专用的东西。书法、篆刻、绘画，现在徐慧那个反正抬举我嘛，那让傅燕来讲三节课。那就是书法课，下两次嘛再讲一讲那个篆刻和那个书画的那个装裱，对吧？我刚才就说了一半，我觉得我在上海，我自个儿有书画，我有斋名的，我有甘苦斋，有苦有甜。因为在你搞创作的时候，你要找这种字啊，找这个图章的这种。碑帖啊，反正搞创作的时候，你是要有苦的。当然创作成功了，或者装裱成功了，那就是有苦有甜。还有就是生活也有甘苦吧，对不对？甘苦有谁知，就是甘苦，有甘苦斋。我到了美国来，给自个儿起了一个斋号，叫有爱思堂。对，我跟他看对他，我落款全部是有爱思堂，因为我自己知道，如果是有爱思堂这种。我全部是在美国写的。如果我画的画是写于甘苦斋，那就是我在大陆的。那您就有爱思堂，是啊，他就是我用 USA 来。USA。我不想到了美国来，不要再用甘苦斋了，人家还会讽刺你，你甘苦什么呀？就是，对不对？到美国来了，资本主义安乐窝了，你还甘苦斋了，那我就。有爱思堂，这个堂呢也是因为他们耶稣都是教堂啊。哪两个爱思两个字？我是有爱思堂。思思老师。哦，有爱思堂。思考的是思考的有爱有爱的。实际上就 USA 就是这个谐音。有爱思堂。
就自个儿有一个斋名啊，就画画的时候写字啊都要落款，因为我自己会刻章，刻章来说刻几十方章，刻几百方章，对我来说再开一节课说教怎么刻，都是小菜一碟。对，啊、下一节课教你们。这个慢慢会。叫蕊蕊，小月也有个斋啊，叫一斋啊，因为我住的是。住的是一间，因为我住的是一个 studio 嘛，只有一间，通通一间，就是那个三人房，万物归一嘛。人家有的我同学啊，他在大陆不住房紧张嘛，他那个自个儿的斋名叫容西式。哇，只能容了我这个膝盖，就是那么一个平方，两个平方，他就在这儿叫容西式。他就是借用陶渊明。对，陶渊明啊，不是，还有叫，还有的人叫方寸斋，就是一点点，不是这么大的房子。钱钟书先生好像他的就叫容西斋，容西斋是吧？对，像那个《兔八哥》里面的那个黑的那个。我给大家介绍呢，也谈不上什么讲课啊，就是大家交流交流，等于就是好玩嘛。我自己学这个金石书画呢，我给总结呢，就是我是博采众长型。我不迷信某一家的，这个可能大家批评啊，因为反正我接触的老先生，我刚才跟那个孙先生聊过的，有的人我接触过的，他就是只一家的，有这种人的，哦，他从小学王字的，写了一辈子，他就写王字，那别的字他也不崇拜，他也不去碰，搞画的也有的，搞篆刻的也有的，但我不是这种类型，我是博采众长型。我认为你这个这么多帖，只要是有营养的，我喜欢的，我都要把它拿来我用，为我用。但是还要看我的悟性高不高的。我心里头想的，但是我的手不听话的，不是说你把它都拿来为己用，你拿不过来的呀，对吧？那我篆刻，我虽然有老师，但是我也不崇拜某一家，因为你的好我也要吸收，你的篆刻有味道的，我也要采纳。跟那个蜜蜂似的，要吸取精华。那我自己呢，总结呢，就是这个二三十年做下来的话，这个三个乐我已经做到了，就是自得其乐。不是说要扬名啊，要什么功利啊，不存在这个的，存在这个你金石书画也搞不好的，因为你没有心想了，你一心就是说写一个字我要卖多少钱，刻一方章我要赚多少钱，你脑子完全都搁到这个地方去了，这个也是见仁见智的题目。我做到这个几个乐，三乐我做到了，一个是自得其乐，一个是乐在其中，再有一个我是乐此不疲。我是不觉得疲劳的，我要搞这个你可以搞到通宵深更半夜，我也是，我老婆女儿反正劝我睡觉了，我说你不要管我自个儿，现在我有兴趣，那我就是这三个乐我做到了啊。那我想问一下，那您是刚开始比如说写篆刻然后画画什么就开始有乐趣，还是说后来到达一定的层次之后了才那种快乐就开始？应该是三个不可能是同步的啊，我一开始是搞篆刻，然后觉得篆刻以后嘛，去看人家的画，像我现在欣赏人家的这种字啊、画啊，我那个图章了什么，因为我比较懂嘛，我都要仔细看。你这个图章正规不正规？印泥用的好不好？里面的文字用的对不对？还有那个字的体用的对不对？我是八九不离十。我字虽然写的不好，但是你要让我去看书法展，那我的欣赏的能力绝对是有。因为你这么多年了在接触这些东西，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是日积月累的，这个东西搞速成说培训半年就成才了，不可能。书画金石书画有天才，但是走捷径我认为没有，一定是素养不够，应该哎，你要是说培训三个月半年速成不起来的，这个都是人磨墨，墨磨人啊，磨出来的，一定是少说三十年，多说那就是五六十年了。哪怕你八九十岁的人，人家说我七八岁就开始搞这个，到现在还没这个手还没停呢。要一定要学到老的。
速成的撑不起来，但是个别的天才我看到过，天才就是说那个，因为我在上海、北京都去看那种叫青少年书画展、儿童书画展，确实是有天才。你有时候看自个儿都没信心了，感觉哎呦，小孩子十七八岁字写得这么漂亮，感觉我们五六十岁都写不过这种年轻的，那你还写他干嘛呢？那这种人就是天才，从小就几岁就开始动笔了，就开始写了，确实也有。但我们接触下来的，一定要悟性，每个人有高有低嘛，学任何东西学都有悟性的，也是归于这个天才之类的吧，就是说。但是书画呢，基本上要靠磨的，要靠几十年积累的。那您觉得说，比如说，去欣赏一幅觉得好的作品，或者到制画，它到最后的话，就是因为比如基本的那大家可能都有，比如结构啊、框架啊这些，可能一般都既有。那到最后的话，到底是以什么来评论高下呢？是那个气韵呢？到底还是有什么？你是讲书画这方面的吧？对，要有自己的东西。啊，你说要他有创新，对自己的，对，你包括现在的大书法家、大篆刻家，还有这个国画家，就是我们北京人说起来，要有你自己的东西，要有玩意儿。唱戏唱歌也是这个道理，你完全的是模仿，你写了五六十年了，你说我是王羲之在世，我是米芾又复活了，你写不过古人。而且对你的评价，人家不会说哎呦你的字已经超过古人了，这个绝对我认为没有，这理论上推翻不了的。但是如果都是以创新来，是不是会是一个问题呢？创新嘛，就是这是一个争论呢，就是说，但是不要上海话就野路子，你现在搞字画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还一大堆，就是人说起来是三脚猫，不伦不类的，学嘛学过两天，字也写得乱七八糟的，或者画也不灵，这个篆刻也不灵的，就是咱们还有一句话叫内行看门道嘛，外行看热闹。你内行的人，他这个字，他这个画，他这个章好不好，你是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审美的观点进去的，乱反正瞎来的都不行。那如果比如像大家的话，如果你一门深入的话，比如说像王羲之什么，他这你可以就是说已经把握到他的那种气韵了，那写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不是比你纯粹自己去创新，我觉得来的反倒还更有。你们上海的那个大书法家就是朱慧俊，知道吧？女的啊，朱慧俊肯定知道嘛，他脚先天也是不好的嘛，但他学的字，他就是学那个米芾的字嘛，但他现在写出来的字，他又不是跟米芾一样的，他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体感。但是崇拜他的这个字的人，那是相当多的，就写出自己风格，写出自己味道。我们学这种帖，也不是要求你写的跟他一色一样。你说我写的那个帖写的相当好，跟他都跟印出来的一样的 copy 了，就是说，懂的人不说不好的。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把握那个写，就僵掉了。对，那写的字你再你再跨出这个一步，再上一个台阶，那就很难了，你做不到了已经。他们就是说，等于再通俗点说嘛，那个就是学死了，还要学活，学死，学死的东西都不灵的。要人家一看你这个字呢，你是某某某帖，你下过功夫的，但是里面还有很多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画画也是这个道理，那人就会觉得你是比较学得很灵活的。你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老师他是写那个什么，他是写汉简的嘛，但他有很多作品，他学了一辈子的汉简，但是他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味道，不是完全照着那个孔的东西把它搬过来就是好的东西，也不是这样。你像吴昌硕，他写石鼓文，他写的这么，他已经是大家了，等于是大师级了，对不对？他写的石鼓文跟咱们那个帖上的石鼓文是不一样的，他把它变化过了，他有自己的创新的东西，上下结构啊，或者古人写的比较松啊，他把它再紧一点儿，这个在帖上都有介绍的。就不是完全照搬的，照搬的应该说没什么好吧。
您就是像您写的，就是这么多年的跟这些接触，那你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讲，那我们跟古人到底是差在什么地方？我们古人那里肯定这差得多了。首先来说，古人他的一支笔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你包括民国的那些人，现在网上不是有吗？民国的那些什么大总统啊，或者一些什么，人家字儿都写得挺漂亮的，因为他从小，汪精卫，哎，他从小那支笔是不离手的，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他一直在用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人到一个单位说，谢谢你留一个地址吧，那个字不敢恭维的应该说一大堆啊，大学生了，他的让他留个地址，他的字不敢恭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碰过毛笔啊，你钢笔圆珠笔也不认真去写的，我们上海话叫哈不，跟蟹在爬一样的，这是他写的，爬不呀，完全不知道他写什么，狗爬的字呀，那你怎么办呢？因为你不认真去学这个东西，所以我跟你说没有天才的，你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要写的我那个字拿出去能够比较体面一点或者不丢人的，那你要下苦功背面去练。我这还带来一本钢笔字帖，那是 N 多年以前，也是在全国50000个人参加比赛，选出来99幅作品，而且100%这些钢笔字写的这么好的人，毛笔字也是相当漂亮。毛笔字写的相当漂亮，让你写硬笔书法，你是游刃有余。我不一定，我以前有一个，我告诉你，基本上你毛笔字如果写的漂亮，能够打60分到80分的毛笔字。写钢笔字游刃有余，绰绰有余，但你钢笔字你写100分，你再去动毛笔字，你未必能拿到30分，因为的笔法它的分量它的用笔都不一样。钢笔字的推广在解放以前就有了，1947年、1948年就开始流行了。它为什么不能普及呢？它的缺点只有一个，钢笔字的优点我们不说了啊，书写麻利啊，快呀、啊，而且在社会上实用啊。他不能写大字吧？你写一个这么大的字，钢笔每支钢笔也写不出来了，他只能写小字。对，那你写大的广告、大的对联、大的什么中堂啊，毛笔。所以我跟你说，毛笔写好的，写硬笔书法，绰绰有余，游刃有余。写钢笔写得好，你去写毛笔，你未必能拿到高分。这是从全国50000人。那个是老一点，你说是几年？40年？那这个出版大概是看看，应该70-80年代吧，后来应该好像是没有什么，对，搞了很久。九几年出的，90年代出的。这个学这个钢笔字是必须得用那种，就是用那种现在笔现在大家都用的圆珠笔，或者底下一个小珠珠那个字形是吧？不是，那个笔也可以用。他为什么要用那个笔呢？那个笔叫美工笔。或者叫弯头笔，它这个笔有点这样的，它有锋，是让它有锋，对，就一定要那个两个尖交到一起那种笔是吧？它就是让你可以，那个、在大陆好买，它叫英雄牌，对，它就是书写的时候你有毛笔的笔韵、笔锋的味道可以出来，那笔，对，你如果是硬的圆珠笔写出那个字就难了，对，但这里头有高手，人圆珠笔都写得很好，但是你没有毛笔的味道。毛笔，因为它就是那个风，几千年了才开用。圆珠笔写出来的是篆书，所以还得去国内买那种硬笔回来练。对对对。这边我没有看到卖穿的套。对，好像没有看。反正、我在这边的法拉盛新华书店买过毛笔，都是上当的。我现在劝你们不要去买。在哪里？美国不是也没有钢笔？在你这种新华书店买的这种笔，我都花十几块、在这儿买了20美金还是40美金买了一支笔，还真是挺好的。啊，那反正在这里拆的套，不是在这个东方书店，好像是啊，二楼，20还是40美金？不是说那个吗？大手笔，对，没有什么，哇，这笔的那个硬度，关键是比较重，就是你用手走。可是你们从国内带硬笔，带那个硬笔，那我再跟大家。跟大家聊一聊呢，就是那个文房四宝，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
就是笔，大伙儿都知道，笔就分三种，硬毫，就是狼毫一类的，对吧？然后再是软毫，就是羊毫、兔毫，啊，写的紫毫啊，就是兔毛做的。然后再是尖毫，就是紫毫是兔毛，紫毫就是兔毛呀。就是它如果毛笔上写的什么哪个紫兔子的紫颜色的紫，那个就是兔毛做的。笔就是三种，就是硬毫、软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尖毫，尖毫就是软硬尖在一块的。这个鸡毫，那这个鸡毫都是写软，很软的那种字，软的也是软的，对对对，那个不适合一般用，那是特殊的一种，大概刘墉吧，就宰相刘罗锅他写那种字，软毫的，但是不一定是鸡毛做的啊。鸡毛就是王羲之他们专门做那个鸡具笔是吧？啊，鸡具笔，钢笔。那现在他们说很多笔，大部分都是那种尖毫，只是说程度比例不同罢了，是吧？如果你单用一种，是不是对那个并不是太好，还是怎么样？对，一般我们常用的最好就是尖毫是不错的，就是软硬。对，但比如说我们买的那种羊毫，它是不是也掺了一点别的？还是说它上面它上面会告你，就是羊毫笔，还是狼毫，还是七子三羊，它也会都告诉你的。反正这个锋嘛，大家常用的也就是知道，它就是长锋、短锋，还有一种锋都大概这么长的都有的，那种也不是一般人可以驾驭这支笔的，就是写草书的大家，像林散之了什么的，他的笔都是特制的。那平时一般的长锋、短锋就是写字是一般有什么对应要求？没有，这也是看个人习惯，对对对。但是相对来说，像我们写行书和草书，我欢喜用长锋的，反正是说这笔锋长。但你刻章那个篆是不是都要有细长一点的？对对对，我刻篆书如果写在石头上的，那都是小的毛笔，就是很小的这种大笔。长锋的吗？哎，长锋就是这种大笔都不能用的。下次讲篆刻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但是还有一种我接触过的老先生啊，他写这个篆书，他把这去掉的也有，减平的，哎，减平的也有，但是这个呢一般不推广，这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因为他用中锋呢来写字，他不用这个尖的这个部分，也有的。因为金龙写七夫人。对对对，啊，对，这种特制的我们就不去多说了，然后这是笔这一块。根据我的经验，反正现在大家如果回大陆去买的笔，我认为就在三五十块钱以上的才可以去买。如果什么十几块了或者二十块以内的，反正就假货也太多吧。就是到专卖店去买，专卖店买都是三五十块的笔，在潮汕那都没有底的，这个东西没有边的，对吧？几百块一支，几千块一支，那也不是我们老百姓能够随便消费的东西。这个墨有两种，一种是松烟，一种是油烟。那么现在普遍用的，应该说95%，大家都是以墨汁为主的。古人是没有墨汁的，古人都是磨墨的。因为磨墨的时候，对它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活动手腕的，一个是它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今天到底给谁写字儿，写什么呢？什么内容呢？到底写什么体呢？它有一个这个思考的过程。那现在大家都懒了，都不用了，那就是开始以墨汁为主。但是墨汁呢也分三六九等，有好有坏。但是这个纸和墨汁还是有很大一个区别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反正搞创作的人，他有专用书画墨汁，他都写好了的，那基本上人民币在200块钱以上才能买到一瓶专用的书画墨汁。那他那个好的宣纸如果配上去，它就是墨分五色了，它有墨韵了，啊，浓淡，对吧？它都能够表现出来。那你不好的墨汁，不好的宣纸，你要做到这个，我告诉你，它都比较难，难上加难。你要不可能人为的去造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好的工具产生出好的效果。笔没有什么大的讲究，但是纸和墨汁是讲究的。我接触的老先生大概有5%的人就是坚持用墨来磨的，所以
现在我们年纪轻的人都不用，尤其你搞大的作品，这个磨磨要费很大的功夫了，对吧？你要磨一个钟头呢，在那儿。那它那个松墨跟油墨，它的那成分是？成分一个是松，它叫松烟嘛，就是用松树的哎。油烟嘛，它就是这个真正制作墨也是几十道上百道的工序啊，才可以做出来。油烟就是等于是用那个麻油啊，蓖麻油、桐油，把它熬出来的。所以它是油烟，油烟写出来字儿是比较亮的，发紫的，发紫光的，为上。咱们一般平墨，如果你看墨的话，您说我写出来字很黑很浓，那个都不算上品，要黑如漆。你这么侧面看，它那种字都太漂亮，反光的，像油漆似的，亮的。那个好的墨确实是可以写出那个味道。配好的。你说这两种墨是指墨汁还是？应该是以墨条为主。如果是墨汁的话呢，那基本上是专用墨汁，它是给书画界搞作品创作的时候。尺寸嘛，大家也都知道的，你这个尺寸有各种各样的纸啊，宣纸，反正熟宣，这个生宣，宣纸绝对是越老越好，搁了几十年了，上百年了，跟今天的新宣纸写上去不一样的。再有一个大家要懂的，就是人工的和机械的也有天壤之别，有很大区别的。有的宣纸卖得很便宜，它是机械的，这个配方那个配方大量的生产的。如果是贵的宣纸，它现在安徽生产，我应该看过那种电视介绍，它还是人工的，因为你产量少啊，质量是好的，精致的，它那个制作的那个成本就高了。还有一个就是搁好多年，宣纸不怕搁家里头搁几百年都不要紧，甭说几十年了，在写字画画的时候跟那个刚店里刚买来的是效果不一样，它的墨韵呐、还有这个味道都，你自个儿写的时候有感觉，特别舒服。就是陈酒比刚烧做出来的好的。对对对，但是画那个工笔画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熟宣，就不是年数越多越好，不是这个道理。熟宣因为它上头有矾，它的寿命也就是1到5年最多了。如果你说我搁了这一道宣纸，我搁了20年了，那就不好用。当然练字可以，你要搞作品的话，那熟宣就不是年数越长久越好。他讲的是这个。那宣纸会变脆吗？变脆。哎，你那有矾的会变脆。就是那种。哎，就是。生纸。熟宣有矾在上面。我就说生宣它不会。不会，除非虫会那个桌上。对。就它跟那个温度湿度啊。对，有讲究的，对。一般我们也不会藏那么多年，我就讲这个。等于是基本常识。他如果你到店里去买，他说这文革的时候的60年代的老宣纸，那就是另外一个价钱，好几千块钱一刀了，要买的。反正到美国过来呢，也得400-500美金一刀，用不来的话。要退火气。对，就是上面有火气，要把它退掉。然后我再讲，我都是讲的比较笼统一点的初学的办法。现在大家在这儿坐的又不存在去描红啊、双钩啊这些小学生的，你们都不去用了。就是临摹，大家也知道的了。临摹这两个字也有含义的，你们对着这个帖写叫临，如果把这个纸附上去，照着它写，就是把它勾出来，那个就叫摹了。如果分开念嘛，就是临摹呀。但是临摹它还分实临和意临。实临就是我认真对着它这个帖一丝不苟的。那么意临呢，就是说我临了，好比这个帖我临了1-2年了，你把它扔一边，你这些字你就自己写一遍好了。像我这回回上海，我买了一本帖，但是我给老师看，他还是批评我。我去店里头，我看见这个字，我喜欢它，我觉得这个字写的挺活的啊。它是一个清朝的书法大家临的，嗯，流体的字，嗯，
但是我自己蛮得意的，买了这么一本帖，拿到老师那儿，他是写柳字的，往他请教了一下，他给我提了字，他说此帖只能看不能临，要临还是临古人的东西。当然他给我他给我指点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就是说他这个一横啊，就一竖啊，就是你如果你仔细的去对照，秀气了一点，对，他这个竖啊都是像一根藤条似的，你看上去是直的，实际上它还是带有一点点的弯度，是难就难在这种地方。如果你这样写的话，那就是他说会写坏。但是这个介绍呢，是说清代的这个大书法家把这个柳字都临的是高手，都临活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是见仁见智的题。我请教老师，他就说这个字你看一看，你千万别去写，一写他说会写坏的。我认为这个字要，如果我们练字的话，这个字可能写起来会快一点，因为它比较活。又有一个老师，旁边那个是碑刻，是拿刀又加工过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到底是帖好还是碑好？这老先生如果谈起来都是真的，个人有个人的见，有一点不一样的。对，我有一个老师，这个两笔不一样，对，现在这一眼都看。对，但这不是现代，是清朝的。他就是觉得对，你现代的人的字更不能学。不是现代，就是很以前。对，就是说要学那个原始的，不要学那二手的。对。哎，但是从古到今，有没有人就是临的那种，就是说临到已经非常的，就大家都觉得好，可以说就是跟那个原来的是一样，有没有这种发生？是原帖，那就写原帖，这个就是我老师的思路。我就你这个刚才你没来，我跟他们说过的，这个碑呢。很多人呢认为是二次创作，因为你名家写的，好比那个褚遂良，你写了，你请老山羊帮你刻，但是这老山羊绝对也是懂一点书法。如果我是一个纯外行，只是刀工好，你这个碑刻不出来的，你那个笔意的锋芒，你都自己脑子里没有基础。他也是请了当时懂书法的，但是他就是刀刻的好，刻成了这个历代的这些留下来的碑。但是碑呢，如果反对他的人呢，就是认为你有二次加工了，你不是那个老先生写完了以后原作，原作我是帖，他就是原作，你没有修改过。找不到帖了，你。对，所以这个在写书法的人都有争论，啊，我们这个争论也争论不休的题目，就是看你个人了，你自己喜欢哪个，你就是认真的去学吧，学个几年嘛，再换帖，再变。但是一开始他反对的就是说不要朝秦暮楚，早上欢喜这本帖，晚上一看，哎呀，这个帖也漂亮，我还是学他吧。那肯定，那基本上学不好，甚至你学得好也要走很多弯路，对吧？拐弯抹角的一大堆，走了弯路再回来吧。如果个人的习气和习性练得很厉害的话，再改那也非一日之功了，要改过来臭毛病也太难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手练坏了，哎，成自然了。那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说你篆书、隶书、楷书都可以学，你喜欢谁，你选帖的时候，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你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你坚持三五年。但是行书、草书没有一开始老师就教你练的。还有就是章草也不可以练的，你说我喜欢这个，那也等于路子走错了，就是搬不回来的那个，因为难度比较大。对，就汉简啊、章草啊都不要，这个行书、草书没有老师傅教你练的。但是头了我说的三个，那就是老师教你都有可能，就学篆书吧，就是学这个楷书、学隶书，那都是从这儿开始学。学篆书的，我听到老人反对的也有，他是认为篆书字儿不普及，很多人都不认识。你一定搞专业搞书法的人才认识篆书，搞篆刻的人才去学篆书。你平常学的再好，他认为没用啊。你哪怕是参加书法展览的时候，他也得搞翻译，底下得有一个译文，旁边得有注解。你写完篆书，多数人是不认识。你那些大篆了、中鼎文了，没有人知道的。草书也是这个道理，草书
你一定这个唐诗宋词背得下来，你才这么念，连蒙带猜，等于是。你要每个字单独的把这个草书扔在那儿，那一定要经过专业训练的。草书有草书口诀的，要去背得滚瓜烂熟，这些字儿才能去碰。你不碰，那很多字都看起来都一样的面孔，而且跟这个楷书都是没有渊源的。都分家了，好像另外一个老祖宗创造发明的东西。那您就是因为您写这个篆书应该是比较多，对不对？嗯。那您就以你的经验，你觉得篆书它的那个，因为很多我们同学他刚开始写嘛，他那个笔法就是他，你有什么体会给我们分享一下？我认为写篆书嘛，它主要是，它是藏全部是中锋啊。对。它。没有这个陆风和这个出风的这些笔锋在里面，因为古人说篆书就是一双筷子，它形容啊就是两根筷子，不管你上下左右的结构，它全部都是中锋这样过来的，笔法不多，就没有收笔和起笔。哎，收笔是有的，但是它回风回风再回去，藏风的，对，哦、藏风陆风大家都知道的啊、哦。出风等于就是这个笔锋就是有一个尖儿在外面，笔锋都露在外头的、嗯。如果藏风的话呢，它是要求你这样点下去，把它再回过来，回风藏在里头。Okay. 写到这儿呢，也不能就这样出去了，再把它回风、收回来。但是草书和行书不存在这个口诀了，那都是藏风陆风的，包括飞白的这种笔画就多了，它只是对楷书而言。但是你要写哪一路的，你说我写，因为正楷里头它除了那个颜真卿啊、柳公权啊、赵孟頫啊，那个魏碑的这种风格它也是列入是正楷。但魏碑是谁写的，应该是我们古人的无名氏吧，也不是说哪个大书法家留下来的墨宝。还有就是那个汉简也没有名人留下来的墨宝，都是无名氏，古代谁写的你也不知道，老百姓。但是他已经是大家都写字，哎，都实际上他这个汉简呢、啊、包括章草了什么的，他都是在这个隶书的基础上变成要写得快，因为太慢也不行啊。那个皇帝要写个奏折呀，或者我们这儿要写一个通知，要发出去啊。古代人你都是写篆书，你想想看，今天如果让你留一个地址，你都写楷书是篆书，你就留十个字，你也得累死人了，你，对不对？所以行书的它的社会的这个功能，自古以来流传到今天了，它的效益是100%的。咱们写信啊、写文章啊，或者速记啊，都是行楷在帮我们，对不对？如果你不写行书，所以那种正楷啊，包括篆书、隶书，都是打基础，然后就是搞书法展览。你实用的，那就是行书100分，可以给他打100分，它是最实惠的。草书也不行，草书人家不认识，人家认你是龙飞凤舞。写的是天书，成了作品，哎，成了作品了，那变成天书了，很多人念不下来的。那您觉得，比如说，就像篆书嘛，那它我们不是说铁线篆，对不对？就是意思就是说，它的中锋在中间，用的很稳定、嗯，然后就是基本上它就是说是一样粗嘛，对对对，像玉米一样粗，对对对。但是比如说你觉得好的篆书，是不是说它其实还？如果写的一模一样粗，怎么距离都一样，但是不是那种还并不算好？就是说它其实是那种没有变化里面，它其实有微小的变化。篆书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特点？篆书也有变化，篆书变化嘛，现在那就是这个从清代过来嘛，也有不少大家嘛，一个是邓石如，大家也知道的，这儿都有铁的，还有就吴让之写的篆书，还有就是吴昌硕，都是风格不一样的嘛。他们也是临这种古人的帖，但是他临到后头呢，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在融入进去了。不过我觉得他们那种变化就是有点就是自己的那种意思，有点就变化大。我就说，比如说像现在我，比如说你像那个一三刻石，是不是？那我们有学的时候写，我们就说要写的一模一样或一样粗。但是其实我觉得仔细看每个字，它每个字里面那个笔画，它其实都是有一点点。
微淡的变化，有很细微的粗细变化，这样是不是应该是更讲究一点？是的，这是更讲究一点。那现在像上海的大书法篆刻家，就等于是大师级的韩天衡，大家应该熟悉的吧？我们不搞篆刻，可能这个也不熟悉。韩天衡，他写的这个篆书，就是他独创一体，他草篆，你历代也没有这个篆书没有写草的，但是他可以把它草起来，飞起来，也写得相当快。如果写一幅作品，就不像我们一般人写那个篆书和诗骨文那么花时间了。嗯，那如果写的时候你要保持很稳定，然后你又怎么样，就是在技巧上怎么写得很，就是微小一点变化，让它出息有一点点生动呢？你觉得这个在技术上是怎么控制解决？那就是手底下的功夫了。就你还是有体验或者什么？对对对对，那一般对，这也是比较抽象的。讲讲草书，反正那个篆书嘛，大家也都知道的，就是大篆、小篆、中鼎、石鼓，就笼统的咱们说就叫篆书。实际上它是分大篆、小篆的。大篆主要是甲骨文、金文。金文也是就是中鼎文，因为很多文字都是在这个青铜器上面。嗯，叫皱纹。对，皱纹。皱纹呢，这个字呢，很多人大概也不认识，就是竹字头，提手边旁，旁边一个留下来的留嘛，这个是皱纹。皱纹呢，当时也是古人编了一本字典。嗯。在也这个皱纹呢，是在这个秦始皇这个小篆没有统一的时候，这个书就有了。然后他小篆呢再把它统一起来呢，就是也存在这个皱纹。皱纹实际上它就是大篆的一种，但是它已经编成书了。确实是保留了很多。皱纹是不是它是刻在那个青铜器骨头上，然后刻在这个岩崖石刻上面。因为古代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笔，也没有纸，还没有发明呢，那它这些文字都是以刻为主的，刻在这个石头上。其实外国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出去旅游到什么黄石公园啊什么的，他那种有崖刻，就是在刻在岩石上面的古代的文字啊，虽然它是这种英文的嘛，还有一种简单的那种图案，什么猎人在狩猎了什么的，都是通过这种形式。那个时候还没有笔墨纸砚这种，他只能用刀刻在上面。就再分这个大篆、小篆、石骨文。石骨文嘛，就是等于是也是小篆的一种，但是它就是大家嘛，就是吴昌硕把它写的火起来了。日本人对他很崇拜，因为吴昌硕这个老先生，他等于是刻印，对吧？然后是石骨文，再是诗词，还有他的国画，都是。它都不是一般性的水平，都是大师级的。嗯，古代无人常见水平。对对对，这都是大家了。然后我讲的，刚才讲的就是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对吧？还有我比较喜欢的，就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王福安，这会儿有赵孟頫的帖，我带来一本，也是六体书。这样你看，最早的就是中鼎文，等于是我们说的大篆，然后这是小篆，这儿是隶书，隶书完了是章草，章草它每一笔都有这个大的大刀要出去的，这儿是正楷了，正楷完了是草书，写了六种风格。像这种帖没事，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多去看，就很多字儿也会认识一些，就一个字古字它有六种写法。像陀螺这两个，因为你平常不搞篆刻、不搞书法这种字儿，就接触的很少嘛。然后你草书了什么也看一看，就是它有它的味道，有变化的，知道吧？这个产过当下。一
遗体字我今天在这儿就不太说了，我举三个例子。那个木字边旁一个谋字，大家认识木字边旁一个谋略的谋，就不认识谋，哎，就是说不认识梅花的梅啊，它怎么变成这样的？哎，它就是遗体字，在帖上都有的，可能这儿的帖没有。还有这个道德的道，我是写的这种。这不是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典故？对对对，就是那个。对，他们那个时候是特别。对，还有这个下雪的雪。不走寻常路，特别要变一变。反正你们多练帖，对对。隶书，隶书这会儿如果大家在练的话，实际上它也分，就是古朴的和秀气的。如果你欢喜古朴的那种风格的，你就去练那个就是石门颂和西霞颂一类的这种汉碑，比较早的。你后面的那个像曹全碑啊，什么李英碑啊，汉张骞碑啊，这个就是属于秀气一路。哦，张骞碑也属于秀气。哎，属于秀气的。看你个人的去分了。我喜欢曹全碑。还有就是汉简，这个它也是从这个隶书上头开始演变过来的。咱们最早的时候，这个不是用那个竹子片子一片一片把它穿起来吗？对，穿起来就叫册，那个象形字啊，就是一二三四五五道。当中把它一个圆椭圆形的，对对对，实际上就是五个竹片用绳子把它穿起来。嗯，最早的那还没有纸张呢，那时候古人写字要比我们今天累得多了。就汉简就是用竹子的，木头的也可以，写一行的就叫简，只能写一行字啊。哦，如果写两行三行了，在宽的竹子上或者是木头的叫读。文读，那个字一个木一个麦，对，它是木字边旁的半喇叭，这有纸的，按读的，按就是买租还，这些字也有人不认识。对，这个字，哦，见到过的啊。这个它的这个边旁，就是木头的一半，因为篆书的木字大家应该会写，它取了一半的含义。所以我们改简体字就变成木的旁了，是吧？对对对。那这个呢，它的古人的它这个分呢，就是说我在木头上和竹子上写一行字的，就叫简；如果两行字的，就叫读了。那么这个，在帖上的呢，也有人学这个字的，但是就初学的，我认为就是我自己认为啊，没办法学的，因为这个字是变化掌握的起来比较难的，而且你写不好，就等于是面目全非，就变成四不像了。那一般来说，你要写这个汉简一类的呢，就先写这个篆书和，因为先写隶书，等你隶书写了有一定基础，有一定味道的。再去写汉简是吗？就写得好，但是汉简有汉简的味道，就写出字来是不一样。汉简到哪个简？就是简单的简。简的简就是粗木的木，就是像马。不是它那个字啊，就是咱们今天写简单的简。啊，就是这个字。书简，那这个是我们这儿有吗？还是？最好资料里头我没看。什么样的汉简？它意思就是有一些出土的那些的一些在。在简上面，就汉代他们就普通人写的一些文章，哦，那些字。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就是汉简，哦，还有就是帛啊，对，上面一个白，再一个金，对对对，哎，这个就是比，应该说比绫罗绸缎还薄吧，对对，这个丝织品。哦，古代的这个给皇帝的圣旨道什么，就是类似这种东西。然后有一些那种。临摹的东西是更基于那个对对对才做的，对对对，但是这个现在出土的就比较脆了嘛，都国家都很难保护了。你这个篆书呢，这个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不究于篆，
无由得利，就是篆书它是从这个隶书从篆书那儿演变过来的。如果你不去研究这个篆字，无由得利，你没有理由去理解这个隶书。那古人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是先学隶书？对啊，那我这儿带来的这个帖给大家看了，它这个汉字的如果演变，对，它也是这样来分的嘛，看到吧？篆书，然后是大篆、小篆、甲骨文、中鼎文，然后再是隶书，对吧？隶书过来，它这儿就有章草，然后再到这种各种碑帖，就是正楷了，已经唐代的，包括那个魏碑，然后再是草书，这样演变过来的，就越写越快了。草书最厉害，草书最厉害。对，草书都是在这种基础上再练过来的。咱们今天的有些汉字，不是有些人说简化字，给大家举个例子，如一个门字，你这个就是草书。因为这个门字它汉字简化，它不能随便来的。这个原来的，因为你大写的门是这样的嘛。对吧？那你小写为什么变成我们今天变成是这样一个文字了？它是从草书过来的。还有那个为人民服务的魏字，你那个大写的不是要有这么多笔画吗？你大写的这么多笔画，小写的在草书里头，古人就这么写。对，所以它今天变成简化汉字，实际上也不是我们动脑筋把它自个儿造出来的字，它是从那个日本里面有很多字是它是从草书上过来的。对，其实5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定这个简直，它其实都是有章可循的。对对对，它不是创造的。对对，大部分是从那个，它是也是集合了中国最有简字，哎，然后有名望的书法家了什么，再把这些简化字才是精华，来简化字简化过来，对吧？但是如果你只认识简体字，你不认识繁体字，那就完全就对对对，那个精华就成了糟粕了。对，有道理，就是没有渊源的那个。提意见的人多了，你像那个爱字不是有一颗心吗？啊，对对对，心没了，他说心没了，所以现在大家没有爱心。他们说那个简化字以后，爱无心，心不见，场空空。对 对, 对，因为那古字它是有意思，去爱它是场空空，它那个古体字那个场，空场的场怎么写的？啊，场空空，里面没有东西。对。爱不见，爱无心，情不见。还有那个繁体字，我们听声音的听，都有耳字边旁，对吧？然后那边也是要用心去听的嘛。对。那边是德字的一半嘛，道德的德的一半。对。那古人造字的时候，可能有这个含义，要把它搁进去，你听都要用心去消化的。哎，草书里有听那个口字的那个音。咱们一把它改嘛，就是口字边旁，一个一斤两斤的斤，那你这个文字的渊源，你去解释的时候就没办法去解释，为什么口字边旁加个一斤两斤的斤，就变成是听人家的听了。对，我觉得写篆书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意思，就是把那个字累了，你到后面你就会觉得，哎，就是每一个字它，然后你写隶书嘛，你就觉得它是原来是有讲究，它是因为我们是象形文字，对对，它是有意思在里面，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然后因为后面那个许慎出这个说文解字，对不对？对，但它里面它那个时候是还没有甲骨文出处，对，所以它的很多解释法是错的，就是因为它是靠它的当时的资料和他自己的那个想或者有些想象部分，对对，但如果你甲骨文一出去，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对啊，我想把这些都认全了。对，那我们今天的如果学书法，除了在于老师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平台以外，然后我们自己如果是要自学的话，那今天条件也太好了。你网上他有这个，甭管你学什么题，他有教你起笔对的 YouTube， 对吧？
啊，就从那学的。对对对，你还有就是说真人，咱们这你学的正草立传楷书，就是真人在那儿示范表演的这个节目，你网上一搜也都有，哪怕是有名的书法家，他告诉你草书怎么写，篆书怎么写，这一笔怎么用怎么收，你都有图案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嘛，再是靠自己的这个悟性啊、智慧啊，然后就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临摹了，对，等于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高科技的话，那你都我们都享受不到这些东西。对。还有就是碟片，你自个儿如果说什么怎样刻搞篆刻，从那个图章从店里买来，怎么在砂纸上磨，一直到一方章刻好，教你，它都有教你的一个过程。啊。然后这个碟片正草立篆就是教你的也有，对吧？就是专门学，我就学一种体，就买一张碟片，就看一年那都熏都熏会了。但你能不能坚持看一年，天天看，天天看，熏都熏会了。还有真人的这种示范的东西，对吧？对，看懂那你要动手，这个另外回事。对对对。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这个东西你也应该说是百看不厌的，你可以一直反复的看。好比你要写行书，哎，他这个笔怎么落笔，你看一遍看不清楚，你可以定格啊，可以倒回去看，可以慢动作。但您会有那种烦的时候，就会有平静的时候，就是你刚学的时候，对吧？有的，这个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都，我自己都走过不少弯路，但我刚才就是说，我就是属于那个。不是最专一的那个，也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就是说没有在一本帖上，就是说火柴重点，哎，就是下他五年功夫，下他十年功夫，那我今天的字不会写的这样乱七八糟，就是今天喜欢这个，明年又喜欢那个，就是在不停的学，就是基础应该说不好，所以我也没有资格在这儿给大家上课，只能是聊聊天。聊聊天，讲讲自己的心得，这个非常好。而且我重点呢，我是在篆刻，然后我在画画，字我也写的相当少，因为我画国画，你也要落款的嘛。有的画完国画还要写一些诗句啊在上头，你两个字儿也不能是，等于说哈不来不行。然后把我那张画等于给搞坏了，对对对，要吻合在一起，比较吻合的嘛。那我们去欣赏的时候呢，像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了，一张书法，我要看你的章法好不好，然后用笔，然后你的图章，然后看你国画了嘛，看你的这个也是构图啊。墨印用的好不好，图章用的好不好，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你不断的汲取营养。在纽约有没有去看博物馆？是不是？看过。你知道新马尼斯？看过。那当然是肯定是中国馆的那个一部分嘛。你觉得那边书法怎么样？中国馆。你看，那很多作品都是馆藏都不拿出来展的，我想去投诉。而且它那个循环的那个非常慢。那个还有灯光的什么不是最好？我台湾的什么故宫，对对对对，它都是灰蒙蒙黑黑的。对，这个很难受。不是那种，就是视觉感觉挺舒服的那种。对对对。它为了保护它的东西嘛，它不能灯开的很亮，光东西坏掉了。我去过上海的龙美书店。啊，去过。一个展。对对对。谁？对。谁？古茹。哦。你像上海博物馆，它也是这样的，原来门票卖的挺贵的，就人很少。后来政府说，哎呀，这个人民大众喜欢的，赶快就免费开放一个月，馆长就哭了，就叫门不给了。为什么呢？你不懂的人，乱七八糟人都轰进去，然后这个说话的噪音的乱吐东西的，然后这个高温的，而且它应接不暇，游客你太多，人满为患，你都得大的灯那开着，居民他还可以宝贝也坏了，游客就流动，他希望人少，就是说你懂这个艺术的，你欣赏的，安安静静的在里头说话都轻轻的，对吧？你人满为患了，那这馆长也有意见了，这个
这不行。你现在是另外一个课题了，上海人如何对待外地人，你们这样一个课题。那你看过那个吗？震旦博物馆。震旦博物馆。那个我想去，我后来就一直没有。什么博物馆？是一个民企民营企业家，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企业，就震旦集团。然后呢，他有钱就到处收了点玉器啊什么。元旦的旦，那个女字头底下一个震，震旦的震，震旦。本来上海有个震旦大学，就是复旦，就是复旦，对对，就前身。前身。那个博物馆据说不错，也去，但龙美术馆还真的挺不错。我觉得这种民营化问题，反正咱们喜欢的这个东西，金石书画，你作为大众来说，实际上它这个还是小众文化，对吧？不是说大家都喜欢的，大家都爱好的小众文化。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东西特别需要浓墨。你要大众文化嘛，就是电视剧，对吧 ？QQ， 对吧？微信，那就是老百姓手机大众的，一人有两个手机呢。老农民现在也有，收废品的也有。你搞这种什么昆曲啊，对吧？高雅的这种金石文化，对吧？书画艺术，还有这个交响乐，都不可能大家人满为患的去的。你这个阳春白雪，大家懂的人凤毛麟角。而且中国人基础太多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行，我觉得这种东西，中国这种改革开放的30年，必然经过这个阶段。我这次到上海。上海博物馆我是第一次去，去了两个小时，两片，啊，一片一个小时，没时间。对对对。然后跑过去，第一天，好像是星期天，排队，下雨，啊，我排在外面，排了半个小时进去，排队。对对对。那旁边排队的人说，好像刚刚是一个什么节。博物馆节什么节？那个周，那一周你到博物馆，哪个博物馆都免费的。对对对，上个星期纽约也是的，有一天到了上海排队，排队啊，说你说那一天最后一天，其实每定都。那我看其实，后来第二天我又去，免费本来。对对对。排队人他们在讲，哎呀，这边正好我们可以排队来干，结果我排了半个小时。啊，那还算客气了呢。第二天去是不需要排队的，对，就是每天。那个是第一。第二，我去了就是看那个这个书法，他有一个是篆刻的，好的不得了，我觉得。篆刻是吧？当时我没时间看。啊，我只是看书法，我知道。那我看书法的话，然后我这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一跑进去看了一点，然后就看到一个宋朝的江。